坚持带饭上班第65天，共计花费10米。今天准备做芹菜炒牛肉丸、素炒南瓜。牛肉丸切成片，芹菜截断，锅中倒油，下牛肉丸片，炒到金黄即可捞出备用。芹菜段倒进去炒断时，青红椒也放进去。炒好的牛肉丸倒进，倒入生抽、蚝油、辣椒末，拌拌均匀即可。先尝快试，比煮的好吃多了。蒜末我忘记放了，现在放也不晚了。装盒又解锁一个新下饭菜，下一个菜南瓜茄片，切的小熟的快。锅中倒油，蒜末爆香，南瓜片倒进，随意翻炒几下，加点水焖煮几分钟，很快就可以了。加盐、鸡精、小葱花，翻炒就可以了。尝尝呢，好吃的南瓜好吃，南瓜煮白水感觉更好吃。老家带过来的，嘻嘻，卖相不咋样，但是很下饭的一顿。我就是普通记录带饭一场，大家随意看看就好了。今天也要开心打工啊，拜拜了。